三级国中学文人部第二社团，今年是得到国立艺教馆113年的补助，到日本参加日本饭田国际红阿戏节。5天的时间，除了带来表演，更加甲日本在地表演团体互动，互因是受益满满。三级国中学文人部第二社团，今年是得到国立艺教馆113年校优秀学生艺团活动，补助30万。在前一阵仔嘛参加日本饭田国际红阿戏节，短短5天在日本的时间，学生除了将精彩戏剧呈现，更加甲在地表演团体互动，得到满满的收获。那这个算是我们国内啊，国内许多的团体啊到日本啊去参与演出的啊其中之一。那小孩子他们也非常的开心啊，第一个能够到国外啊，那看看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。那第二个就是日本啊，我想也是国人啊非常喜欢啊去旅游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学生们他们到那边啊也能够习得啊重要的一些国际的礼仪。学文人部第二社团为了在国际红阿戏节当中有好的表现，利用暑假的时间加强练习，就是要将上好的一面在国际上来呈现。除了这个旅程当中，学生也在红阿戏节欣赏到李天禄部第戏，以文人将中剧团演出，让学生会到更加侪学习个情景。好，那尤其是其中有一位同学，他在后续的心得，他有提到，他说到那边也见到的哈，那个我们李天禄文物馆易婉然的啊，他们的精彩的演出，啊，那这个也是让我们三支国中学婉然的啊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发，那这个都带给学生哈相当不错的啊一个体验，那他们回来也都很开心，觉得这一趟啊日本的一个表演啊，那让他们开拓了视野，也能够跟当地的啊一些同学小朋友啊，大家也进行了一些互动。那我们也看到啊，他们后来前场的操偶的一些同学们，他们跟当地的小朋友有进行了一些表演啊跟说明，那这让日本的同学们他们也能够认识台湾的一个布袋戏的一个演出。此外，学文人部第二社团学生也趁着短短5天的时间，欣赏到不同剧团演出，而且体验日本当地的人文风情和生活礼仪。三级国中也期待学生透过难得国际交流，加看加体验，扩展多元的国际视野。记者廖品涵三级报道。